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，现在为各位示范是奥丁 bug 什么样的 bug 呢？注意看一下，第一个技能生命力全满，自身攻击力扣之一，将新符纸转成自身符纸，移动符纸前自身生命力越低，移动符纸前哦，全队攻击就要最大 2.5 倍，所以这肯定现在一定是 2.5 倍了。但是告诉各位，它的 bug 是什么呢？移动符石前虽然说是 2.5 倍，可是你龙科补下去的时候，明明是移动符石后龙科才补啦，但是它会算是我直接下结论欸，因为我刚跟我们的观众已经讨论过了，所以应该是我也就结论齁。我现在开了大圣破防啊，它是没有防御力的。齁，请看左边的攻击力，大圣攻击力 1594。齁，我现在倍率是 1.5 倍，为什么大圣招式是 1.5 倍。每 combo 25%, 我现在总共一颗光属性符石一 combo 齁，打下去等一下加上龙科的增伤，对不对齁，至少是龙科增伤齁，2391龙科我看加几趴，我算给各位看，2391我打这一支齁，属性没相克，注意看齁，看好了，我把它补满齁，照样我转动符石前嘛，现在应该是 2.5 倍，对不对，应该啦，话讲太多了，来吧。看我加几趴，92%，攻击力还没打下去，我要算给各位看，92%啊，这个没按拿出来讲会比较实在，加92%，1.92，就是2391乘1.92，我现在打下去4590啊，0.7我们就略过了，45多少？平板就讲的是90啊，注意看你数学头要痛没关系，你只要看结果就好。4590，如果打下去4590，代表这个就是什么？我认为啦，它就是 bug。4609，差一点点啦齁，应该可以接受啦，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小数点的问题，应该是有小数点的问题。09，因为我防御力是零的，4609除以我刚刚的那个倍率齁，2391。4609除以2391，哦，1.9276，我连龙科的倍率都算给你看了，龙科的倍率是1.9276，453325252523939889，哦，好多人都哇，好多人都知道答案嘞，哦，龙科倍率啊，刚刚龙科的倍率是大概哈，1.9276432885252523939889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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